生的小朋友来投递自己的小秘密。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的小天才时空胶囊。他是画的是万圣节的那个南瓜灯，他可能在国外生活。不是，不是，他的头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五角星。你今天唱的歌和这一个五角星和这个音符，有关系吗？是的。哎，我猜音乐能够带给你安全，是吗？是的。哦。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位小朋友的庐山真面目，有请。哇哦，问一下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敏琪。刘敏琪，今年多大了？今年十岁了。十岁了，嗯，好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下来时间有请敏琪。能打电话的手表，小天才电话手表。本节目由小天才电话手表独家冠名播出。带小天才电话手表，为你插上歌声的翅膀。本节目由让牛奶更适合儿童的蒙牛未来星特约赞助播出。未来星回归亲和人体营养结构，传递妈妈的力量。本节目由红色小象全家护肤沐浴露特约赞助。天籁童声，爱无添加，红色小象边洗边润，洗出娇嫩宝宝肌。指定食品港荣蒸蛋糕，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这个歌都是我小时候唱的，已经多少年没听过了，但是现在有这样小朋友来唱，我觉得感觉特别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一种幸福的甜美的，觉得心里边暖洋洋的。谢谢敏琪小朋友，你好。我觉得50年代流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江西风格的
民歌《警察歌》，但是我今天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警察歌》，他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清澈，没有任何杂质，就这种一种新的一种编配方式，让这个很老的一首民歌注入了这个时代感，注入了时尚感，让这首歌增加了新的活力。谢谢。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成长啊，对今后我们这个民歌的传承都有非常非常重要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谢谢。一首《警察歌》唤起了辅导员们儿时的记忆，在红歌中获得勇气的刘敏琪小朋友，用他清澈的嗓音给这首传唱数十年的红歌注入了童真的力量，让我们祝福他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更加勇敢。欢迎进入小天才电话手表，歌声的翅膀。面向全球播出的少儿民歌音乐节目《歌声的翅膀》，能打电话的手表，小天才电话手表。本节目由小天才电话手表独家冠名播出，带小天才电话手表为你插上《歌声的翅膀》。本节目由让牛奶更适合儿童的蒙牛未来星特约赞助播出，未来星回归亲和人体养结构，传递妈妈的力量。本节目由红色小象全家护肤秘露特约赞助，天籁同声爱护添加红色小象边洗边润洗出娇嫩宝宝肌。本节目指定食品港荣猪蛋糕，港荣蛋糕好吃不上火，直击内心的少儿民歌音乐节目《歌声的翅膀》，现在。开始啦！小天才电话手表提醒您，稍后继续。蒙牛未来星儿童成长牛奶提醒您，精彩继续。能打电话的手表，小天才电话手表。本节目由小天才电话手表独家冠名播出，带小天才电话手表为你插上歌声的翅膀。本节目由让牛奶更适合儿童的蒙牛未来星特约赞助播出，未来星回归亲和人体营养结构，传递妈妈的力量。本节目由红色小象全家护肤沐浴露特约赞助，天籁同声爱无添加红色小象边洗边润洗出娇嫩宝宝肌。歌声的翅膀指定食品港荣蒸蛋糕，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你好，小胖。请看小天才时空胶囊。中间那个穿蓝衣服的应该是他吧，我觉得，所以应该是个小男孩。不是。这个孩子的年龄应该是在11、12岁左右。不是。他应该是来自蒙古族。是的。今天你唱的歌跟草原有关系吗？是的。严老爷口中的这片草原，就是拥有6000多公顷土地的科尔沁大草原，而我们这幅画的主人公就在眼前的牛羊之中。这是我的小羊白花，这是我的小牛红百花，这是我的小马独角兽，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看着他们出生的。海人从小就喜欢对着大草原的各种小伙伴们唱歌，他最喜欢唱我的小羊羔。奶奶，海人叫做谁？其实我一直觉得，正因为这片草原的存在，才能孕育出海日这么好听的嗓音，所以他特别喜欢家乡的草原。但是为了让他上学，去年我们带他离开了草原。从那会儿开始，海日经常对我说：“妈妈，我要回到大草原。”
其实我知道妈妈为了我读书学习才离开草原的，但是这边没有小伙伴们陪我一起唱歌，更不能走到哪儿唱到哪儿。现在都春天了，我很想念我的家乡美丽的科尔沁大草原，所以今天来歌声的翅膀，我要把对家乡科尔沁大草原的思念唱出来。哇哦，女孩儿，来来，姐妹，哈哈哈哈，啊，好开朗的就上来了，嘿。我想问一下，中间画的这个光头的这个是你是吧？不是，那个牛的旁边那个扎小辫才是你，对吗？哦，也不是，啊？那只马是你？不是。那里边哪个是你啊？太阳和大海。哦。他把自己的名字放用画。海跟日。对，用画来表现。哦。那问一下海日，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歌声的翅膀》这个舞台呢？我给大家听我们科尔沁大草原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哦，那你要唱什么歌曲啊？春天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跟随海日的歌声，看一看他的家乡科尔沁大草原的春天。来，请听。海大姐妹，多高兴多了，海大姐妹。不适合尖叫，
适合羊叫、牛叫、马叫。咩咩。杨老爷特别想问你，刚才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太阳暖暖的照，白云轻轻的飘，草原绿了，冰雪融化，小河哗哗的流，羊和牛和马都出来跟我一起玩了。哎呀，有这个画面感。海日啊，我们特别想知道你在歌中都唱的是什么，能给我们讲讲吗？是我们科尔沁的美丽的春天。那么我想问一下，知道科尔沁是什么意思吗？好，严老爷告诉你，科尔沁呢，蒙语的意思是什么？弓箭手。哦，对，所以早在5000多年以前，科尔沁草原就孕育出了人类的文明。哦，海日，那你每天都跟这些小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吗？是啊。真的啊？那你会照顾他们吗？帮忙？会。会？你怎么照顾他们？唱歌。哦，唱歌给小羊跟牛听。是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听了？摸摸的叫，咩咩的叫。那海日，我很好奇，唱给羊听的歌和唱给牛听的歌是一首歌吗？还是会不一样？不一样。哟，那给牛你会唱什么歌？高志哥，哎呦，来两句，来两句。小南哥哥，你就当我是牛。木木哈，木木。啊，我准备好了。天马啊天马啊，托罗米，他该吉纳达奥索雷，他的根那根坦拉然，多拉然贝奇吉要瓦雷。哦，那给羊唱什么歌呢？给羊。我的小羊羔，小南哥哥妹妹，妹妹好嘞。咪咪，心火热。咩。忙呢，海军加入谁？咩。两个欢迎叮咚当。咩。比哈尔蒙天大。咩。比。咩。那海日给马唱什么歌啊？召唤心爱的马群。好，小南哥哥马。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好，来吧。咪咪呀，变黑罗了撒，喵喵个那多丹丹喝的那，喵喵个那多金多红的，马来撒娇那面红很多，火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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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多恩索拉米那火嘞。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在大自然当中去能学到很多东西。对，所以有的时候在大自然当中是课本上学不到的。 对，四位亲爱的辅导员，今天我们海日带到这个舞台上的秘密是什么？来，请看。我的秘密是，听完我歌的小朋友一定要来科尔沁大草原玩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海日小朋友的未来时刻。海日小朋友，希望你能够在大草原当中学习更多的有用的知识。完了之后呢，让你的歌声永远在大草原上飘荡。谢谢娜娜爸。让我们掌声有请孙楠爸爸陪同着我们的海日，共同打开时光大门，向未来许愿。草原给了海日小朋友热情勇敢的笑容和纯真善良的心，在他的歌声里，我们跟着他一起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科尔沁大草原，看到了草原盛开的春天。愿他的未来像他的名字一样，如大海般辽阔，如太阳般温暖。心传递妈妈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为海日小朋友点亮未来心愿。我的心愿是，我长大以后当音乐老师，这样的话我的学生都成为大草原的朋友了。
笑是人类与生俱来表达情感最本能的方式，而孩子的笑容则是人类送给地球最好的礼物。笑是你好，笑是谢谢，笑是对不起，笑是太阳，笑是花朵，笑就是我爱你啊。孩子们的笑声不分国界，穿越钢筋水泥，用像棉花糖一般柔软的心拥抱这个世界，让我们多了一丝明媚，一些温暖，各种幸福。我叫孙李诺，今年四岁，我喜欢赛车。今天这个叫孙李诺拥有着天使般笑容的孩子会给我们的舞台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爱笑的小朋友，有请。哎呦，哦，哎呀呀，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呀，哎呦呦呦，哎呦呦呦。Hello， 听说你很爱笑啊。你刚才为什么要急匆匆的跑下来呀？我刚刚加满油。啊，刚刚加满油，就是喝水。哦，刚喝完水。加满的油要往前冲，是不是？是的。哎呀呀呀！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叫什么名字？我叫孙李诺。你叫孙李诺，谁给你起的名啊？你知道吗？我已经忘了。你也忘了是吧？你多大了呀，诺诺？我四岁。哦，你现在上幼儿园几年级啊？大班、中班、小班？中班。中班呢？你都上中班了？我的天哪！你上中班多长时间了？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呢？笑是我的秘密武器。哦。那你都什么时候用这个秘密武器啊？妈妈生气我一笑，妈妈就不生气了。我一笑，爸爸就给我买赛车玩具。那今天你的秘密投递对象是谁呀？全体地球人。对外星人不说是吧？只对地球人说吗？外星人听不懂的。那听不懂。那你想唱什么歌曲啊？数星星。哦，数星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爱笑的诺诺送给全地球人一首数星星。好，那交给你了啊。爱无添加，红色小象邀你倾听天籁童声。星星如果有听见。
谢大家。小诺诺，我还是想问，中间您这儿笑太有效果了，笑得特别特别的可爱跟有气质，干净的也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哎呦，说得真美。诺诺，我爱你，刚刚说微笑就是我爱你，对不对？那我爱你的你是谁呀？全体地球人还有你们四位。哦。我们应该全场的观众集体对诺诺说一声我爱你，对吧？咱得回个礼，是不是？来，我爱你。哎呦，诺诺啊，这么好听的一首歌，谁教你的呀？谁教你唱的？我妈妈。妈妈教她唱的歌，好温暖的一首歌。嗯，我觉得这个儿歌写得非常好，浓浓的那种，而且是从孩子的角度。对星星的那种向往哈，特别特别适合儿童唱，非常有童趣，有童心，暖暖的一首歌。诺诺，嗯，你这个是你对不对？那你好像没有站在那个地球的里面，你为什么会在地球的外面呢？因为我在星星上。在星星上。哦，在星星上面。嗯，哦，站在星星上。原来如此。我说是外星人吗？哦，为什么你会在星星的上面呢？为什么你没有在地球呢？因为地球太毒了，地球人都不快乐，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快乐。诺诺，如果你离开地球要去星星，你可以带一个人去，你会带谁去啊？我可以把全体地球人都带上。他希望把全体地球人都带上。地球人都带上。就是一家人住一颗星星。哦。哦，一家人哦，把全体地球人都带到宇宙里面去，然后每一家人都可以选一颗星星住，太棒了。哎呀呀。这是宏愿。哦。我觉得他的这个小脑袋里充满了幻想。其实这就是孩子在六岁以前，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好奇心的探索是最棒的。所以这也是我呼吁所有的成年人，把世界还给孩子，站在他们的视角去感受这个世界，才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成长。谢谢，谢谢了。哎，谢谢。那正好啊，我们也挖掘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今天呢，孙李诺小朋友是带着一个小秘密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孙李诺小朋友在节目开始之前究竟投递了什么样的秘密呢？来，请看。我想带全体地球人到星星上去，因为地球太堵了。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吗？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小天才未来时刻，面对着。心中有大爱，希望全体地球人都快乐，希望可以带领大家离开堵的地球的孙李诺，四位辅导员老师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未来的他吗？诺诺，希望你到星星去的时候，地球太挤，然后你到星星去的时候，你能把小一那个妈妈一起带去，好不好？可以。可以。谢谢你。首肯了。严老爷呢，也想借着诺诺今天在歌声翅膀的这个舞台上呢，向别人说两句话，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音乐工作者啊，词曲作家，多从孩子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啊，用孩子的眼光，用童心、童趣和童真，嗯，啊，多创作一些像刚才诺诺唱的这个《数星星》这样的，适合我们这些低龄儿童演唱的好的儿童歌曲。好啊，严老爷，让我们掌声有请伊能静辅导员陪同我们的孙李诺打开时光大门，向未来许愿。来自星星的小天使孙李诺用歌声献给了全体地球人最美好的祝福，他纯真的笑声穿越钢筋水泥，跨过海洋丛林，拥抱着所有地球人的心。荣蒸蛋糕，愿你梦想成真。我长大以后要开一辆能装得下全。
全体地球人的彩票，带他们到星星小区。接下来这位小朋友似乎对小胖格外关注，一起来看一下小天才时空胶囊，请看。山，站在山顶上唱歌。是的。哎呦，哎呦。下面那些螺丝钉锯齿，你住的环境跟工厂有关系吗？是的。辅导员们猜测的工厂其实就是张毅家爸爸妈妈工作的废铁站。我叫张毅家，今年十岁了，我来自吉林长春，我家有一座神奇的大山，那里全都是我的宝藏。这座山有3米多高，我第一次爬上去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手脚都嘚瑟。等我站上去的时候，一开口唱歌，我啥也不害怕了。我特别担心，因为那上面太危险了。没有办法，他就是喜欢爬到废铁山上去唱歌，而且一唱歌就高兴的手舞足蹈的，开心的不得了。佳佳下来，上面危险，爸爸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快点快点。真没想到原来在动物园里唱歌这么开心，我觉得我唱歌应该挺好听的，因为小动物们都非常喜欢我，对我最热情的就是鹦鹉了，我一唱歌结果它就飞到我肩上，之后给我伴舞。我也很想让同学们感受到我唱歌中的快乐，但是他们总说我大舌头，连话都说不清楚还唱歌，我有点烦恼。今天来到歌声的翅膀，就是想让大家帮我解决这个烦恼。哇哦哇哦！我想先问一下，今天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今天唱一首我最拿手的歌。最拿手的歌叫什么名啊？不告诉我啊！哎呦，好，一起来听一下张毅家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来，请听。爱无添加，红色小象邀你倾听天籁童声。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他们一起唱歌，哆啦哆
舌头很好使，谁说你大舌头呀？你这个，啊，对对对对对，我都不行。这是舌头不好使。是，这才是不舌头不好使。噜噜噜噜噜，这，我觉得他所有的那些语言都是在赞美你的，其实。谢谢。一家，我问你，你知道刚才你唱的这么精彩的，是一种什么唱法吗？知道。是什么？是约德尔唱法。其实这个唱非常难，这个约德尔唱法呢，实际上是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唱法。实际上，约德尔唱法现在已经被列为就是世界性的民歌。哦，对。啊，就是虽然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听到过，但是真正唱成这样的还真不是很多，特别是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能够唱成这样。你可以回去很骄傲地告诉你的小伙伴们，你说我唱的是世界民歌。谢谢。小雨姐姐。我们常说人间处处有达人哦，因为其实这种唱法是非常有感染性的。你看他一唱，全场都欢动起来。刚刚台下小朋友也都在唱完都跟着一起唱。所以你一唱的时候，你看这个音乐它就没有年龄，不管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听了都开心。你的声音很有感染力，谢谢。我叫一家，我想问问你，平时你练歌，我刚才看你这照片，怎么都跟动物一块练？啊，对着黑熊，对着狼群。我平时是在那个动物园还有家里头练。在动物园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那个在家里看了一个动画片，的名字叫《泰山》。之后那里的吼声非常像约德尔，结果那一吼，结果那些动物全听他的了，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到动物园试验一下。是吗？完了，你试了之后动物什么反应啊？那个狼是抬头瞅我之后跑过来，之后那个。哎，这样，吼试试呗，就泰山是怎么吼的？狼过来了，怎么吼的？你吼一下。狼就听懂了，就过来了，啊、是吧？这个狮子我一吼，结果他一抬头就瞅着我了。啊、之后我要走，结果他那眼神还盯着我呢，是吧？那鹦鹉是怎么回事啊？鹦鹉就是我到鹦鹉乐园开放似的，之后我就到那里唱歌，之后结果有鹦鹉就跳的可欢事了，还跳舞跟着你，哦、真的？这怎么跳的？它是这样跳的。哎，挺像的。所以现在鹦鹉变成你的好朋友了，是不是？啊。哎，这样，你唱一唱，咱俩还原一下你和鹦鹉对唱时的感觉呗。我就那小鹦鹉，来吧。对，好。来，看看啊。我开始唱了啊。啊，你唱吧，还先问问鹦鹉。哎呀，你要天天对鹦鹉这么唱，鹦鹉得过劳死，我感觉。来，一家要坚持下去，你这个特别好的唱法，但下次不要只唱给动物听，你唱给我们，我们一样惊着了，我们也会跳舞的。真的吗？预备起。谢谢小姨姐姐。谢谢。好，那今天呢，小姨家也是带着秘密来的。来，这样一起看一下，上台之前小姨家究竟投递了什么秘密呢？我会建议音乐老师把音乐课堂搬到动物园去，让大家更快乐地学唱歌。我觉得这想法特别好，因为其实很多民谣，尤其像少数民族，很多小孩都会说，我唱歌的时候是对着我的羊唱的，对着我的牛唱的，所以我会觉得一家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我们也可以在动物园里唱有的雷有的雷有的雷雷的，是不是？不错啊，还可以是吧？不错。那么接下来进入未来时刻，严老爷。希望在你今后成长的道路上，啊，让更多感受更多的音乐带给你神奇的力量。我也想向你的小朋友们说，大家一定要支持一家，因为他演唱的这个约德尔，
杠杠的，杠杠的。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严明文老师，一同陪同着我们一家打开时光大门，向未来许愿。在废铁山上歌唱快乐的纯真少年张一嘉，把他在动物园唱歌的欢乐带到了歌声的翅膀的舞台。曾因为特殊的唱法不被伙伴们理解的他，在辅导员们的鼓励下，会对未来许下什么心愿呢？蒙牛未来星传递妈妈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为张一嘉小朋友点亮未来心愿。嗨，我的心愿是，我想当一名小学音乐老师，让更多的小朋友更快乐地学唱歌。今天，歌声的翅膀首次迎来了一对远道而来的双胞胎兄弟，他们会带来怎样的画作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看一下我们的小天才时空胶囊。火柴人的儿子充满幻想，那这火柴人是外星人吗？不是，不是啊。我倒是对这个手有点兴趣啊。这个手是你的家里人吗？是，是的。这对萌萌的小胖墩究竟来自于哪里呢？你好，我叫翁西奇，我叫翁西林，我是哥哥，我是弟弟，我们是来自泰国曼谷的第三代华裔双胞胎，我们今年九岁，上四年级。嗨，这是我们每天唱歌的地方，我们通过网络唱歌给我们的外婆听。这是我们的外婆，外婆好。妈妈也把我们的视频放到网络上，很多人喜欢听我们唱歌哦，耶！在网上，我们的收听人数有50000多，我们的点击量有180多万，大家都说听我们唱歌很快乐。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通过网络给远在武汉的外婆唱歌，歌声的翅膀是我们第一次回到家乡的舞台。我们想在这里最近距离的唱一首歌给外婆听。啊，兄弟俩！还有意外的惊喜，双胞胎，阿瓦迪卡卡蒙卡，哎呀，啊，谢谢。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手是？是外婆。外婆哦，那就明白了，是外婆的手拿了一张照片。不是照片，是一个 iPad， 表示我们是在网络上唱歌的。哦、iPad 电视。哦。所以姥姥拿着这个荧幕里的你们，然后在听他们唱歌，对异乡唱着中国人的歌。是的，是。那你们在网上都唱哪一种类型的歌？中文、英文和泰文歌，也有一些民歌。哦，那我问一下，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你们想唱哪一首歌？山歌好比春江水。好，嘿，为什么要在这里唱山歌好比春江水？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外婆生病了，做腰这里的手术，她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们想唱这首歌给她听。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对非常可爱的双胞胎兄弟，加油！可爱，可爱，真的可爱，我这个小宝宝真可爱。爱无添加，红色小象邀你倾听天籁童声。
谢谢。干得漂亮，干得漂亮。这么一首非常好听的一个我们广西壮族的一首民歌，大家都会唱，那首刘三姐里边那个山歌啊，好比春江水，被他们两个人这么一唱呢，我觉得增加了很多这种时代的这种流行的元素在里边，又有那种山歌的奔放，又有流行那种强烈的那种节奏感啊，特别是刚才两个小朋友的那个完全和声的在唱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默契。谢谢谢谢谢谢。那民歌谁教你们呢？是外婆，她很喜欢唱民歌，会经常哼民歌。外婆第一次教你们的时候，你们没有觉得说，这个歌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流行，你们很喜欢吗？我们觉得民歌很好听，但是它的音太高了。那后来是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好呢？外婆说，那个刘三姐用唱民歌的方法来打败财主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们也要像她一样打败生活中的困难。然后我们每一天就练习，每一天都练习，我们就会了。哎呀呀，我看他俩中间还跳了段舞是吧？可能有点简单，但是莫名其妙的有一种熟悉。你们俩中间跳的那是什么舞？是广场舞。因为外婆她在广场舞队跳广场舞的，她是那个广场舞队的主力，所以我们想变这首歌变成一个能跳广场舞的歌给外婆听。泰国有跳广场舞的吗？有。他们那边跳的广场舞也是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吗？应该不是吧。啊，好好，你们知道外婆平时爱跳广场舞？是的。那是天天都去吗？那时候外婆她每天都去跳。她会穿一个裙子，然后把头发盘起来，然后会看得更年轻。哎呀，是领舞吗？是的。哎呀，看来这也是称霸一方舞坛。刚才就是外婆教我们的动作。真的？那再来一遍。来来来来，来一遍看看吧。来，给点音乐，给点节奏吧。当哒啦滴当，当哒啦滴当当，哒啦啦哒滴嘞，当哒当当当当当，哒啦当哒啦哒啦滴嘞，当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当当当当。谢谢。说了这么多，听了歌也看了画了，这样来看一看，在节目开始之前，他们投递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来，请看。外婆，我们希望我们能唱更多的民歌给你跳广场舞听，希望你和你的广场舞小伙伴们越跳越开心。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未来时刻。那么祝你们未来能够学习更多的好听的民歌，让更大家都能感受到你们的这份快乐。谢谢谢谢。很多海外的华人可能都不能知道很多我们传统民歌里它深刻的故事的意义，但是透过你们用新的编曲快乐的表演，你们都可以把中国的这些美好的坚毅不拔的故事透过音乐传给全世界的华人。谢谢谢谢谢谢小云姐姐。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严老爷陪同我们的双胞胎兄弟一起打开时空隧道，向未来许愿。有请。中国民歌在海外华人的眼中，不仅是祖国母亲的语言，更是家乡亲人的味道。这对来自泰国的华裔双胞胎兄弟，在歌声的翅膀的舞台上，用他们的创造力和孝心送给外婆最暖心的礼物。蒙牛未来星传递妈妈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为翁西奇、翁西玲小朋友点亮未来心愿。港荣蒸蛋糕，愿你梦想成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歌声后，永远感受到快乐和希望，会有更多人喜欢唱民歌。这个穿着红裙、扎着小辫的小朋友，显得格外活泼好动。他会投递什么样的秘密呢？那么接下来一同看一下小天才时空胶囊，请看。这个猫我知道了，这个猫是个存钱罐。不是，不是。你的这个话跟你唱的歌有关系吗？不是，不是。这幅画的作者在生活中会是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呢？大家好，我叫韩科长，我今年4岁半了。我
我们家冉冉从小就老有人夸她聪明厉害，从十个月我就开始教她认字，她现在能认1000多个字了。走上了褐色的土。平时她在家里还爱抢着做饭。这孩子哪哪都好，就是有一项不好，太调皮了。后来有一天我在做饭，发现我家小淘气这么安静呢。我走出去一看，他在那抱着我的手机听民歌呢，听着津津有味，还跟着唱。从那以后啊，我就用超级音符制造机跟他玩吃音符比赛唱民歌的游戏。这是我的秘密武器，超级音符制造机。啦啦啦啦，他每天都能帮我制造出来好多好多好吃的音符给我吃。现在翅膀有很多很多，唱民歌很厉害的人，所以我今天就要拿我的超级音符制造机来和他们比一比。虎头鞋，哇呀，冉冉这怎么的，这唱着歌要跑起来了呢？哎哎，好好，对，我去做热身。热身，哇呀呀呀呀呀呀。冉冉要低调啊，低调，咱们不要太炫技了啊！这热身你要干什么呀？等一会儿唱歌嘞。哎呦呦，等会儿要唱歌了。问一下冉冉，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歌声的翅膀呀？我是来赛民歌的。赛民歌？跟谁赛呀？就是跟你们呀。跟我们赛啊？对，赛之前先让他们开嗓，我也得开嗓。哦，开嗓，来来来来来来，好。哎呀。好，好了，开好了，开完了，开好了。哎呦，这人年轻人开嗓就是快。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要给我们唱什么歌听啊？南泥湾。好，那接下来舞台就留给我们的韩克冉，加油。花了你花
我觉得我听了这个柯冉唱的，突然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了。我很多我小时候的歌曲都是妈妈教的，而且妈妈那个时候他们唱的都是民歌。有这个南泥湾啊，有洪湖水浪打浪啊，还有包括我的祖国呀、一条大河这些，那么十几首歌吧，当时都是妈妈教的。男爸爸，那个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也会。是吧？你怎么唱呀？一条大河就在岸上住，尽管少公的好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觉得冉冉的声音特别有人情味儿。我小时候也是在眷村长大的，然后因为那边都是山东人，会聚在一块儿，所以就感觉好像会听到爸爸他们一堆人在夏夜里唱着小调那种感觉，就是冉冉声特别有家乡的味道。柯冉小朋友，你知道南泥湾在哪里吗？我也不知道，我都没去过。南泥湾在延安。这首歌当时是为了歌颂我们王振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八路军的这个团在延安开荒种田生产自救，写了这首歌。可以说70年这首歌经久不衰，常听常新，百听不厌。哇，一个好的歌曲，一个好的民歌，它能够传唱这么多年，让人们在欣赏和享受音乐带给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革命的传统教育。可能今天对他来讲他还不知道里面真正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所唱的这个熟悉的音乐对他今后在成长过程中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应该感谢他的妈妈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去给他让他去唱我们中国的民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传承。你说你今天是来那个这个赛民歌，赛民歌的是吧？你想跟谁赛？我想跟严伟文爸爸赛一赛吧。哎呀，叫辈儿了啊，老爷。哇，这个，严老爷快上台吧。老爷。来吧，老爷。老爷。来，这样，我随便说一个歌名，然后呢，你来唱，你唱两句之后，严老爷接两句，能接上来，就不算输，好不好？好，我来看看啊。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睡，沂蒙山严老爷。小天才电话手表提醒您稍后继续。小天才电话手表提醒您精彩继续。能打电话的手表，小天才电话手表。本节目由小天才电话手表独家冠名播出，带小天才电话手表为你插上歌声的翅膀。本节目由回归亲和人体营养结构，传递妈妈力量的蒙牛未来星特约播出。关注蒙牛未来星官方微信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4999元的旅游卡及全国游乐场门票。草地儿哎，解牛羊。哦，再换一首，再换一首。映山红。小天才电话手表提醒您，稍后继续。红色小象全家护肤沐浴露，天籁同声，爱无添加，精彩继续。
能打电话的手表，小天才电话手表。本节目由小天才电话手表独家冠名播出，带小天才电话手表，为你插上歌声的翅膀。本节目由红色小象全家护肤沐浴露特约赞助，天籁童声，爱无添加，红色小象边洗边润，洗出娇嫩宝宝肌。欢迎登录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爱奇艺、乐视网、搜狐视频观看本节目。登录独家战略音乐合作平台，下载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畅听高品质节目歌曲。登录新浪微博，参与歌声的翅膀金曲打榜，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看更多有料直播。感谢小天才电话手表独家冠名，蒙牛未来星儿童牛奶特约赞助，红色小象全家护肤沐浴露特约赞助，港龙蒸蛋糕特别支持。感谢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新浪微博、网易新闻、新浪娱乐、搜狐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国际在线、华视 TV、界面新闻 APP、360搜索和360手机助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手机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扎克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移动新闻客户端、搜狗输入法畅804传媒、80在线、炫解传媒、明日精锐、航美集团、洛河出行、QQ 看点、WiFi 万能钥匙，了解更多节目动态。宝贝啊，你回来了，你好棒！爸爸，我今天唱了《南泥湾》。啊，南泥湾，唱的好吗？好。